今次整壽司，壽司有雞蛋、青椒、蟹柳和火腿。屋企整壽司就唔好咁孤寒，大份啲。有啲人壽司啊珍珠米，但係我要泰國米就可以。咁啊，煮定啲飯，擺紫菜上面啲飯，雞蛋，火腿，
火腿、青瓜、蟹柳、雞蛋、咁就完成啊壽司，大家有時間可以翻屋企試下整，多謝大家支持。